这是我们山里的臭刺，我们把它拿回去煎鸡蛋吃。特别嫩啊，多采一点，把这些钱回去做菜吃。 特别的正宗，因为这个是野生的，所以说很正宗，很香，那个香味特别浓。大沙里，看一下，把它切小，放个鸭蛋进去。 你们看，太黄了这个蛋，放点盐进去，放点味精，放点味精，那我再调好，下锅。 老爸说他放了点花椒，还有那个辣椒上去，开吃一块。哦，什么？特别香那个饼，等一下我也开吃一块。 吃一块，太香了！快吃一块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大饼啊，臭刺饼。